不帮你点，因为感觉一点下去就会开始播你的十大好球，是吧？没错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就请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欣赏我们今天血汗的成果喽。简报里面也有写一个那个连接，应该是好的。没错。前者说文化多样性是集体记忆，政策别改，狭隘民族主义，台湾多元文化历史别变工具化，拒绝政治化。愤怒的吴宗宪说：“死刑犯死里逃生，司法天秤倾斜，大法官挖坑，政府填不平。十二月三日，白玫瑰活动拒绝废市。”第七名，愤怒的吴文哲说：“飞机延误，靠机票追踪鸟只，地勤效率靠天吃饭，超前人员升迁像爬山，全靠华航空降指挥。”第六名，忧郁。台美贸易军售两头烧 GDP 比例当筹码，外交学院拿 AI 分析当教材，美中四十竞合，台湾政策学分有点重。第五名，郑凯的黄杰说转型正义条例是里程碑，你曾经保障生存权，受害者的创伤贫富，立法建议别让正义仅停留在文件里。第四名，嘲笑的黄国昌说国发基金黑手哪里来拖延账度加人身攻击，炒股喊冤，亏损上百亿的联合再生竟成屏东洋人神器。第三名，基阳的王志坚说控币贷款2180亿，不动如山，助养的超额，超额储蓄3兆却无建设效果，出仓法化钱成绩却拉垮，强制重残或许能救场。第二名，记者的黄珊珊说电动公车推动老旧游览车淘汰，货物税免金延长到2030，打造绿色运输，高龄友善还要安全地利。第一名，疑惑的沈博阳说考试院变全一院半年没院长，人才留不住，公务员权力不保障，基层心声难传达，改革何时到。温和的林倩琪说文化多样性是集体记忆，政策别改，狭隘民族主义，台湾多元文化历史别变工具化，拒绝政治和文化。第八名，愤怒的真正死刑犯温和的。 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实验的结果可以发现，其实人工有时候会拖 AI 后腿，但是 AI 其实偶尔也会拖我们后腿。那我们的所有成果啊，所有成果其实在上面的话，我们有提供一个 Google Drive 连接，那包含我们这一次血汗的一些素材们，都在这一个，我们的这一个 Google Drive 里面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包含里面的内容，还有我们程式码都会以 CC 的方式分享出来。然后，我们的其实今天的工作分摊呢，其实也可以从我们这里就是可以大概看到。那如果说对我们的，那我们这一次的逐字稿的话是用 Runny 的版本，那没有用我们自己程式码跑的。那其他的话，如果说对我们程式码有兴趣的，也可以直接就是到 GitHub 这里。那一样 ，GitHub 里面的程式码也是全套都是 CC0 公放，就 CC0 公布。那我们未来的目标的话，是希望今天这些写案的流程啊，我们希望就是从这一次的实作，然后知道那些参数我们应该怎么调会比较好、比较准确，大家反应比较 OK。然后最后它未来的话，就是全部都改为全自动模式。那最好就是 Ronnie 那边逐字稿出来，那我们这边可能过个8小时之后，然后也许影片就出来了。对，这是我们未来的期望。那谢谢大家。好，那你们有专案的频道吗？还是联系你们？对，专案频道的话，其实就是昨天刚创好的。你还记得吗？
Slack 的频道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Slack 频道的话，没有，就这个的话，就其实立法院十大好球就可以搜寻到了。好，谢谢。